好吃吗？好吃。Tom 就吃一口这个。嗯，好。哎，新电影上映了。以防女魔头要我加班，约她一起去看得了。嘉欣哥哥，原来你在这儿躲着呢，我找你好久了。我喝杯水。今天晚上你可不可以陪我去看迪士尼新出的公主动画片啊？不去，还幼稚。不幼稚，很好看的，你陪我去吗？晚上有事儿。那就周末吧，你不说话我就等你答应了。谁答应你？那明天我们去约会啊，我们早上去看电影，然后下午去游乐场，晚上去吃冰淇淋，好不好？好。周总，今天不加班可以吗？可以啊，今天表现不错，奖励你提早加班。这么爽快。有没有安排没？一会儿跟徐总一起吃饭。有安排了，怪不得答应这么爽快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祝你们约会愉快。谢谢啊。先生，您一个人用餐吗？让我们的熊小姐陪您一起用餐吧。啊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谢谢。啊。有安排没？一会儿跟徐总一起吃饭。你看你，又吃到脸上了。乖，我给你擦擦。淘气。嗯。哎呀，乖！怎么样？好不好吃？好吃吗？好吃。好吃。Tom 就吃一口这个。嗯，好。哎，怎么样？还辣不辣？这个。局长，这家菜品有点一般，下次还是我订地方吧。没事儿，你就吃个便饭而已。也是。哎，电话会议现在不行，我东西都在办公室呢。好，一会儿回去告诉你。你还要工作啊？嗯，要开个电话会议，我先送你回去。没事儿，我很近，走回去就行。自己能行？能行。那你回去之后告诉我一声。嗯，好，我走了。拜拜。